神同住的人。好，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杭州。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，我想是我们学习。
能够去服务到更多的顾客。同时我也看到，我只有去走美丽凯的事业道路，我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，我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。所以在我加入美丽凯到我全职的时候，我是用了8个月的时间，我前期是会有做兼职，做了8个月。在18年以前，我当时的收入跟我的同龄人来相比，跟我的同学来相比，我当时的收入也已经是相当的可观了，那人民币也会在年薪收入也会在10万以上。所以我来到美丽凯的时候，我辞掉工作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要很好的去服务到更多的顾客，同时我要最快速度的去成为美丽凯的经销商。我觉得那身制服太漂亮了，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完成了考核，去成为经销商。那成为经销商之后，我有短暂的有个1到2年的时间，哎，我就会停留在这个职位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穿着经销商的制服，能够参加经销商的会议。那我在有一次会议当中说，执行督导是可以做前排的，经销商是要做后排的。哇！我在那一刻，我自己下定决心说，那我一定要成为执行经销商，我可以做到前排。可是我发现，执行经销商他有更大的成长，是可以参加执行大学的培训。那在我们中国的话，会每一年的8月份也会有执行督导会议，所以我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去参加到这些会议，因为会议是最让我有成长的，真的是最能够来改变我的思维的。所以当我一旦下定决心之后，我用一年半的时间，我就培养了5个经销商。Thank you.
的是，接下来大家看到下一张，去看看我的房子的照片。你能够想
切都是那样奢华。你不仅是在那里吃着晚宴，在现场公司还发礼物。我在那天收到了公司的两件礼物，一件是 Hermes 的包包，一件是 Tiffany 的项链。
我想要给我们家买个大别墅。我妈说，公司还没进去，吹牛倒是会了。我说是的，我一定要有一个大的别墅。我说我要让我们全家人能够住在一起，冬天有非常舒服的地暖，卫生间非常的大，有客人来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家小住。我家的花园有三亩地，然后花园里面有上百种的花草，一年四季基本上花见此开放。大家看到客厅，也下面看到的是在草坪上面，是个秋千，所以在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就会坐在秋千上面看看书。有一天，我坐在秋千上面看书，我的先生在花园里面浇水，我就拍了个小视频给我的女儿，她在美国读书，我说，给你看一下，现在爸爸在浇水。然后我的女儿拍了一个视频，她说我现在在一号公路上，我去旧金山。然后她又说了一句，你们的生活就是我的梦想。然后我又和我的女儿说，你开车在一号公路上去旧金山，叫优先美地那里去，正好是放假，她去那边玩。我说你的生活也是我们的梦想，能够在美国求学，能够有自由的时间，能够今天飞驰在公路上面去美丽的公园，能够去自己去度假，我说这也是我的梦想。所以当我们彼此的生活成为彼此的梦想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是美丽华公司带来的。是，
所以那种是给我爸妈不断的是给他希望，不断的是给他梦想让他知道我非常的好。这是我在一次一次的研讨会的舞台上，穿着美丽的礼服走上每一块研讨会的舞台。我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两位首席组长。谢谢。